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。我在《超级伙伴》里面饰演的角色是邱本明。这你小孩？他是风月组的组长，黑道的老大。最难忘的应该就是有关于武打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打戏是我自己会害怕做不好，但是是不太会害怕受伤。常常看武行摔啊、撞啊、淤青啊，或是破皮，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些小伤没有什么。印象很深刻的是淋雨戏，结合武打，为了那一场播出可能只会有4-5秒的戏，全部的人穿着雨衣淋雨淋了大概快3个小时。人生的荒谬还有诙谐都在这部片子里面，所有的人出去找寻爱，但是最后发现爱就在这里。你可以叫我妈妈，在你找到妈妈之前。超级伙伴只在未来电影台。